你可以怀疑巴铁老哥零部件的质量，但一定不要怀疑他们修车的手艺。不管是什么坏了，他们总能用意想不到的方法给你修好。眼前这个应该是变速箱内的一根轴，现在正在烧的这个是一个二手的。师傅将它从中间切开，可以看见这个是以前维修过的，而这边还有一个，这个是没有维修过的，但是它上面的齿断了一些，所以师傅今天打算用自己的方式将这个轴给它修好。他将刚才割下来的齿轮放到车床上，今天他将采用一种独特的维修方式。下面他开始对齿轮一点点的车削，看看他到底是打算如何维修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师傅将整个齿轮给他剥离了下来，直接是变成了两部分，随后他又将带齿的一部分接着车削，直到他将内部打磨得很光滑后，师傅拿出了卡尺测量了一下直径，然后到另外一边也测量了一下，之后他给齿轮内壁涂上颜料。看到这里我就知道师傅下一步应该是要给里面套丝了，果然他直接使用车床开始给这个齿轮套丝，几下功夫原本光滑的内壁就被师傅成功套丝，看来今天这维修确实是有点不一样。之后师傅将那个断了齿的轴也给安装到了车床上，以往见他们维修这种齿轮都是直接将缺口用电焊焊起来，而这次或许是司机加了钱，所以采用了更好的方式维修。随着车刀的一阵车削，齿轮的棱角也早已被磨平，现在正在朝着刚才测量的直径大小而去，最后它被磨成了光秃秃的。将它磨到合适的大小后，由于之前另外一边套了丝，所以这边也会给它套丝。这边丝牙套上之后，你们应该也猜到了下一步将要干什么，没错，就是将之前那个齿轮拿来给它拧上去。就这样这个轴就算修好了吗？那你也太看不起巴铁的维修技术了。师傅测量了一下齿轮的高度没有问题之后，直接用焊条先给它简单焊接一下，之后将这个轴给它取下来拿到下面再进行全面的焊接，几下功夫就将其焊接的差不多了，这个手艺还是可以吧。接着又将整个轴拿到车床上，还要对刚才焊接的表面进行最后的打磨，这个轴马上就要维修完毕了。最后看一下成品，你们可能不敢用，但在巴基斯坦人家一直都是这样在用的。